28. 四川经济日报，甘孜旅游上半年游客及收入均增三成。2015年7月22日，九时正，综合新闻议员飞扬奇 ，HTTP 冒号双斜线 scjjrb.news/.org/.html/.2015/.022/.content/.22496.html 非记者杨琪。记者昨日从甘孜州统计局获悉，今年甘孜确立了以全域旅游统领经济社会发展，全州旅游通过合理规划线路，强力推进宣传，促